后面有一把剑。要我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人，我还有点不惯。我想利用林仙儿的报仇心切，也想利用江湖上那些所谓正人君子的好大喜功，但是想不到最后还是要我亲自动手杀你。跟你说过，我一定会杀你，因为你人太多情，而我的剑够了。又是一个相信感情的人。